欢迎来到科科聊天室。大家好，我是核糖体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基四体。叶绿体呢？我们今天的摄影棚移到动物的身体里面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叶绿体喽。说到这个动物啊，就是我最近在看新闻的时候，有看到那在香港啊，有人家里的猫咪，纽约动物园里面的一只老虎，都中标这次的新冠疫情了。那为什么就是这次的新冠疫情，我们就连动物都会中标呢？其实猫啊、猪啊跟猴子的 ACE2 受体跟人其实还蛮类似的，所以不难想象啊，就是动物也会被新冠病毒感染。不过其实病毒在动物的呼吸道的复制效率其实蛮低的，所以也可以说就是新冠病毒感染到动物身上算是偶发性，就是不是常态。哦，所以其实它不一定会发生嘛。可是你刚刚讲到的 ACE2 是什么？报高基四体，你是都没有在看我们前两集的科科聊天室吗？就是其实我们已经连续做了三集的新冠病毒特别企划。那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，我们有讲到新冠病毒上面的钥匙，然后第二集的时候呢，我们有讲到人体细胞上的钥匙孔。那我们这一集呢，就来讲一下钥匙跟钥匙孔的互动好了。原来是一段钥匙跟钥匙孔的爱恨情仇啊。那可是你还是没有讲到 ACE2 是什么啊？啊，既然你那么认真的问我，那我就再帮你复习一下好了。ACE2 受体呢，其实就是人体细胞膜上面的膜蛋白。新冠病毒套膜上的肌蛋白会透过 ACE2 的受体入侵人体的细胞。所以只要把钥匙插进门里面，转开。就可以入侵细胞，侵门踏户了吗？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哦，因为新冠病毒的肌蛋白要先跟 ACE2 受体结合，接着呢，人体细胞表面的 Buric 蛋白酶会把肌蛋白切掉一部分，才会融合进入人体细胞。其实你可以想象 Buric 蛋白酶就是一把可以剪蛋白质的剪刀啦。所以是开门之后还要把钥匙的一部分留在门上面。才能进到细胞里面喽。对，可以说是两阶段的钥匙啊。那我们回到钥匙孔好了。其实我们在第二集呢，有稍微的提到新冠病毒和 SARS 都是结合到人体的 ACE2 受体上。所以他们是开同一扇门吗？不过新冠病毒它的结合力似乎又比 SARS 还要再更高。所以他拿的是强化钥匙。没错，不过不要忘了，我们刚才已经说了，就是新冠病毒的肌蛋白是两阶段的钥匙，所以要入侵到细胞里面，除了要有很高的结合力之外呢，它也要很容易被蛋白酶剪切。所以是一把容易断掉的强化钥匙喽。那它要怎么样才会比较容易断掉？那就是材质的问题啦。科学家发现，新冠病毒肌蛋白剪切位上面的氨基酸和其他冠状病毒不太一样。所以是断掉的地方材质不一样哦。这是一种叫做精氨酸的氨基酸。这种精氨酸呢，它在肌蛋白剪切位上面的数量会影响到 Furin 这把剪刀的活性，就是剪刀好不好用。那新冠病毒肌蛋白剪切位上面呢，就有比较多的精氨酸，所以它也就比较容易被剪切。总之，它就是很容易断掉的强化钥匙嘛。对，我们刚才有讲到新冠病毒很容易跟人体的 ACE2 受体结合，然后它又很容易被 Furin 剪刀剪切，所以这两者呢加起来，其实就是为什么它感染那么长的原因。哦，原来就是这个原因，所以它现在才在全球大流行哦。哎，如果这次疫情可以赶快过去就好了，这样子一切应该都会好转吧。对，大战永远不缺新的病原体呀、所以未来也许会有新兴的别种疾病会产生。而且过去的研究发现呢，在大流行期间出生的胎儿，就是他的出生体重啊，跟他成年之后的健康状况，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。所以其实，疫情不容小觑啊，与其期待大流行不要再发生，更重要其实是建立好就完整的公卫和医疗体系。这次新冠病毒特别企划，除了介绍病毒的结构之外，还有来自医疗现场的实地观察跟药物研发的过程。那像是
疫苗的进度我们也都在持续追踪中哦。因应这次疫情呢，我们也把科学不简单座谈搬到线上，我们邀请了清华大学医学科学系的王慧晶老师，以及台湾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的王弘毅老师来解答大家的问题。有兴趣的记得去复习哦。科科聊天室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